亲爱的贵宾们，欢迎您莅临搭乘本公司观光游艇交通服务。我们澎流线的航程时间预计约为20分钟，停靠码头分别为大鹏湾与大富渔港。相较于以往由东港码头往返小琉球的方式，聪明的您选择了经由大鹏湾码头往返，相信可以带给您一种更与众不同的心灵享宴，也为本次的旅程多增添一份美好回忆。目前您所搭乘的大鹏湾观光游艇隶属于三地集团，集团内主要事业体服务还包含了像是高雄客运、府城客运、普悠玛客运、高雄双层巴士、台南双层巴士、爱河爱之船、北基加油站、高士高尔夫球练习场、赛加乐园、梁山游憩区与高崎旅行社等等。我们透过了集团内部完整的休闲旅游、交通服务资源与丰富经验整合，提供您在往返大鹏湾与小琉球的澎流航线旅程中最快速、安全与舒适的海上交通服务。在航行的一开始，我们有几项安全重点要提醒您。一，为了大众安全与权益，本船全面禁止吸烟。二，饮酒过量者禁止上船，也不能携带酒上船哟。三，我们在游艇的各处定点皆备有定期检验合格的消防设备与救生设备，当有任何特殊状况时，请您务必听从船长与船上工作人员的引导，穿戴救生衣或进行疏散。四，当船舶于行进间，乘客请勿随意奔跑，并请注意身边幼童及行动不便者的安全。五，禁止进入底层舵舱、机舱、储藏舱与舱室顶棚。六，提醒您，为避免海浪冲击所造成的危险，请避免于甲板上驻足站立。还有，甲板周围护栏是禁止攀爬跨坐的哟。另外，船上分别备有成人及儿童专用救生衣，就在您所乘坐的座位底下。接下来就为您示范救生衣正确的穿着方式啦。当您取出救生衣后，请直接将救生衣从头部套入，有白色反光条的部分即为正面，两手从两侧绳线中穿出后，抓住两侧绳线向后拉，以自己腰为宽度，使绳线在后方交叉，向前拉回。接着将两条绳线穿过胸前绳扣，依照您的身形调整到最适合的松紧度，打上活结即可。另外，位于颈部前方的线也请您务必依照适当的松紧度打上活结，这样救生衣便穿着完毕了。还有提醒您，救生衣左胸前方啊有一个橘色哨子，当您落水时可用来求救，而救生衣右胸前方则备有一个小灯，当您落水时如果天色昏暗，可按住开关，小灯就会开始发亮，帮助您在黑暗中显示落水之处，以便救援。以上呢，就是我们救生衣的正确穿戴及使用方式啦。您本次所搭乘的观光游艇船型为 FRP 玻璃纤维高速滑航型客船，全长26.8公尺，最大载客量大约为145人。
船舶机舱内还搭载了三部最大输出分别可达1700匹马力的动力引擎，最高船速大约是每小时68公里。另外，在船身的设计上啊，除了具有可顺利产生流体动升力与降低海水阻力的船壳滑航表面，宽敞的连接甲板及数个细长的船体结构，更提供了船舶在高速航行间的最佳稳定度，可以有效增添您在航程中的舒适感呢。现在画面中所呈现的是我们船上的主要空间配置图，由下往上可大致分为三层，底层为舵舱、机舱与储藏舱所在，第二层则是主要乘客接驳出入口与乘客空间，分别设有前包厢、前客舱与主客舱，一共可容纳约124人。主客舱内同时也设有轮椅位席，方便需要的乘客使用。另外，厕所的位置呢，就在我们主客舱通往甲板的门两侧。门的对面楼梯往上走，则会来到了上层的 VIP 位席区，这里可容纳21人。我们提供了您一个独立且舒适宽敞的搭乘空间，包含了小型吧台，让品味非凡的您可以享受这活泼多变的客舱氛围。在您欣赏沿途美丽海景时，不知是否也了解我们的大鹏湾国家风景区呢？说到大鹏湾啊，它是一种经由屏东林边溪冲积物经年累月冲积后所形成的囊状细湖，是不是很厉害啊？湾域的北侧分布有像海家冬这类的红树林植物，加上湾域的水位变化稳定，营养盐充足，就这样逐渐形成了整个湿地生态系。这里生物的物种也很丰富，包括了植物、水鸟、招潮蟹、弹涂鱼，还有鱼虾、贝类等等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啊。另外，在整个大鹏湾国家风景区域范围内，还包含了两座离岛，一座就是我们的小琉球，另一座呢就是可爱的柯可岛啦。由于以前啊，大鹏湾域内有高达82%的面积都在进行柯棚架养殖，所以在当时的柯农就经由约定俗成的方式，将要丢弃的柯壳统一放置于定点。经过数年的堆置，竟然就这样形成了一座由柯壳堆砌形成的柯壳岛呢。整个大鹏湾域内与大海只有一个主要的连接通道，就是鹏湾跨海大桥啦。这个桥呢，是一种特殊三向度设计的斜张桥。跨海大桥下就是大鹏湾唯一的进出海口，所以为了同时可以满足海陆两种交通需求，全台首座可开启式桥梁就这样应运而生啦。这里的开桥秀也是每个假日来到大鹏湾最受欢迎的独家表演呢。我们的航线会经过跨海大桥，这也是澎流线独有的主要沿途特色哦。乘着风，拥抱着心灵上的自由，我们与您一起愉快地徜徉在这一望无际的蓝色海洋公路上。您知道吗？这里与澎湖群岛一样，同属于台湾海峡海域，在海面下拥有着非常丰富的海洋生态与海底景观。
所以成为了许多潜水爱好者的探险秘境。另外啊，像是在靠近我们的小琉球的附近海域，因为受到黑潮支流的影响，海温终年都维持在摄氏25度以上，因此更孕育出了上千种以上不同的珊瑚礁呢。好啦，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，再次感谢您搭乘本班次澎流线大鹏湾观光游艇。我们衷心的期盼您能有一个美好的旅程回忆。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服务的地方，欢迎透过画面里所列出的资讯与我们联系，或者是随时关注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与官网，我们将会不定期的举办各种优惠活动哦。感谢您的搭乘啦，我们下次再见。